这王璐同修提的问题啊，说墨学在流通处见到一些毁谤无量寿经汇集本以及摄于邪摄的书时，就会把它拿走，以免误导他人。请问事后啊，应当如何处理这些书？这些书把它销毁就好了。啊，销毁啊最好。这个寺庙里面呢有焚化炉，啊，那个烧纸钱的时候，焚化炉，在焚化炉里面销毁是最好的。啊。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生活中做到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清净无染，如如不动，应从何下手？你这问的是很好，啊，实实在在的呢，不容易做到，啊，你要是问我要真正从哪里下手呢？从看破放下下手。你能看破，你能放下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不肯放下了，那就没有法子了。啊，你看看，不要说多嘛，只是把对一切人事物的执着放下，你就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影响。啊，这是要一点功夫。啊，这个说了，说得很容易。做到很难啊！这个过去梁漱溟先生讲了一个故事啊，也是他一生当中很佩服的一个人，一个姓武的武先生，武老先生，年岁比他大很多，大十几岁。这位先生呢，他一生当中最佩服的，他真的是提得起放得下。从哪个地方看起呢？从这个日常生活的，他是做到了，啊，所以他认为啊，这是他一生当中见到的真正的儒啊，啊，他真做到了，他不是讲学，他是生活里面做到了，啊，他从哪一点最佩服呢？啊，朋友，他三个朋友去看他，看他说他是有的吃饭，吃完饭之后你们随便坐。啊，随便聊天，我要去休息一下，剩五分钟，啊，他就去休息了，他就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哎，果然剩五分钟，一秒都不差，哎，他就醒过来了，真的了不起，这个就是他自己完全得自在了嘛，啊，他跟你讲睡几分钟就睡几分钟，到时候他自然就起来了。啊，这是什么呢？精神意志集中，它不散乱，所以它确实可以控制自己身体，让自己身体真正做到休息。这个睡的时候绝不起一个妄念，啊，睡觉的时候还有梦，还有念头，没有真正休息啊，那是假的。真正休息的时候啊，绝对没有一个妄念的，那真的叫头脑休息，大脑休息。大脑一休息，给诸位说，我们身体里面还有植物性的功能，啊，那是什么呢？消化系统，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跟消化系统啊，就变成非常正常，这身体健康了，啊，如果你想事想做，妄念太多了。它压迫这两个器官，就是你血液循环不好，啊，你的消化不好，是什么原因呢？你胡思乱想太多了，所以你这里头毛病就有毛病了，啊，所以说一定要妄念少，啊，所以那个修这个佛法修功夫的人，修禅定的人，他没有什么妄念，你看他也没有什么运动，他身体那么好，什么原因呢？他整个。血液循环好啊，消化系统好啊，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妄念是压迫
这两个循环的系统，啊，你身体就不会好，啊，怎么样调养也都很困难，很不容易恢复，啊，所以真是这个天地之间造这些人这些动物啊，天然的，它自自然然就给你配合得很好，你只要一切很顺它，没有一样不健康，啊，你可不能用得过分。啊，胡思乱想就是用大脑用得太过分了，不应该用的，你为什么要去想它？啊，所以这是这个与这个都有关系，啊，你才真正能做到啊，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了。啊，人家赞叹，没有什么好欢喜的。啊，那么别人毁谤，也没有什么好生气。啊，耳边风一样，都无所谓，永远保持清净心，那就是永远保持你的健康状态。啊，道理就在此地。第三个问题，他说：“弟子近来反省自己性格急躁冲动，啊，做事很快，但欠缺考虑。”所以事情做不圆满，容易后悔，自己还很强的管人管事的习气，要想要别人顺着我的意愿去做，啊，加上急躁，说话不注意，于是会得罪人。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有效降服习气？你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啊，为什么呢？毛病你都知道了，你能把这些毛病改正过来，不就降服习气了吗？啊，所以，总的来说呢，你要学习尊重别人，啊，这个很重要，对人要有礼，啊，对人要懂得让，啊。所以是尊重礼让就能降服习气，啊，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弟子听师父上人讲的华严经非常欢喜，但工作比较忙，听经呢容易打瞌睡，弟子也采用挣扎和跪着听来对治昏沉，但都不是很有效果，请问如何有效对治？我刚才讲那个武先生的故事，你好好学学，那是有效的对治。啊，这个就是什么？心地清净，啊，减少妄念，精神集中，啊，这个该休息的时候一定要休息，啊，你才能恢复啊你的体力，啊，所以过去地贤法师，你看教了个锅炉匠的，啊，教那个徒弟，啊，他那个方法就非常好，啊，教他念佛，因为他不认识字。啊，中年40多岁才出家，啊，什么也不会，人也很笨，啊，所以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就叫他什么都不懂，你就念这一句佛号，念累了呢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接着念，哎，就这么一个方法，你看这个对他一丝毫压力都没有，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就休息。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念，3年人家站着往生，啊，老和尚很佩服啊，哎，他真的是一教奉行，啊，3年站着往生，啊，你看往生故事里告诉我们呢，往生之后还站了3天呢，啊，等地仙法师去的办后事，死了以后站了三天，
啊，因为路程很远嘛，人家到关中寺去报信，啊，这一来一往三天，啊，这是很好的榜样啊。第五个问题，就是弟子是出家众，发心受持沙弥律仪，请啊，想请问师父，上面有许多，比如下床、吃饭、沐浴、啊、入色等需要念的咒语，一定要念吗？还是念佛就可以？应如何观想？念佛就可以。啊，可是这些仪规、意义、精神一定要懂得。啊，沙弥律仪不是很容易做得到的。啊，所以我劝导大家，你先落实弟子规，再落实感应篇，落实十善业，然后沙弥律仪就很容易做到了。啊，等于说爬上楼房一样啊，沙弥律仪是第四层的，你下面一二三层没有，你就想到第四层呢，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一定要循序渐进，啊，一层一层呢向上提升，这是正确的。啊，第六个问题，请问出家女众在道场，应怎样才算是顿轮进分？你要懂得什么叫做轮，什么叫做分。啊，伦是伦理，啊，伦理就是讲的上下尊卑，啊，你在家庭里面，啊，你有父母兄弟姐妹，有上下尊卑，啊，这是伦。啊，顿呢是和睦的意思，啊，和睦里面有亲爱，啊，这称之为顿，啊，这是一家人。和睦亲爱，相亲相爱，这叫顿轮。啊，那么在道场是一样啊，道场你出家了，你有师父。啊，那跟师父一辈的，那我们在一般称为四叔四伯。啊，这个同辈分的是四兄弟。啊，你能够跟大家了和睦相处。啊，跟大家了相亲相近，啊，互相的时候能够尊重，这个是道场里面的顿轮。啊，分是自己本分，我本分要做的事情，我一定要很认真负责把它做到。啊，你在家里面，啊，你比如说父慈子孝，做儿女的他的本分是孝顺。啊，要顺从。啊，兄友弟恭。啊，哥哥爱护弟弟，弟弟尊重哥哥。啊，这是本分的事情啊。啊，那么在道场里面，出家了，出家本分的事情是什么？戒定慧三学啊，要认真的学习啊，这出家人的本分啊。啊，如果把这个丢掉了，那你就没有从本分做起，啊，这就很困难了，啊，所以一定要守本分，啊。下面第七个问题，通常在回向偈里都有一句“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也就是说。要等到这个报身报尽了才能往生，那现在就想去要有什么条件才可以现在就去？条件呢都在经典里面，你细细的去读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
三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只要你符合这个条件，你随时都可以去。那么这个经实在讲呢，也你读起来也不太容易懂啊，读经不懂啊不行啊，啊一定要能理解啊，解了之后啊要行，要把经典里面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把经典里面的教训呢完全落实成自己的生活行为，这就行了啊，这是一般人呐。那么刚才我们讲那个锅炉匠，那是特别人，那不是一般人啊，那是非常稀有，真是千万人当中难找到一个。那个人叫什么？那人叫老实人。所以人家老实啊就好度了。那什么叫老实？老实就是听话，哎，就是死心塌地不会改变的啊，他具足了信愿心，他是真信真愿真信啊。我们一般人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呢，不老实啊。啊，老实人的是只有一句佛号，没有一个杂念啊，他什么都不要学，他两三年肯定往生啊，而且瑞相都稀有，决定预知时至啊，这个锅炉匠预知时至啊，他在往生前几天呢啊，到城里面去看看他的朋友啊，那就是去辞行啊，啊去见个面打个招呼啊，啊回来之后就告诉替他烧饭的这个老太太，跟老太太讲明天不要替我烧饭了啊。老太太也没问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以为大概可能是他有朋友请他吃饭，没有想到明天他往生了，站着往生的啊，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下面第八个问题，他说：“弟子遵照老和尚的教导，晚间为鬼神播放《地藏经》等。但孔夫子又言：‘敬鬼神而远之。’请老和尚慈悲开示。鬼神也是众生啊，跟我们人差不多。”也很苦，一般讲起来是比我们人还是要苦一些啊。所以我们要普度众生嘛，这个四弘誓愿里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众生包括鬼神啊，我们要不要帮助他呢？要啊，所以要帮助他，这就是对他尊敬尊重，帮助他啊。而远之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能听他的啊，他要跟你沟通啊，跟你谈些什么东西，那你得好好的听啊。如果合情合理可以做参考啊，不合情理的决定不能听啊。这个语言是不听他的，哎，你要是为一切听鬼神，那个可麻烦大了啊，那很多人上当啊，会被鬼神欺骗啊。所以说尊敬他，不能够跟他学啊，不能听他的啊。他跟佛学可以，我们劝他学佛啊，所以我们诵经啊，念佛给他回向啊，也可以邀他一起来听经，一起来念佛，这就对了啊。我们要把他当人一样看待啊，他是凡夫，他并不是有高很高的智慧。第九个问题，有不知名的人士
寄了十几箱台湾文殊讲堂慧律法师的光盘及书，有同学说他讲的经不如法，又有人说应该把他的光盘扔到河里去，请老和尚慈悲开示。慧律法师早年呢也曾经听我讲经，听了一段时候啊，以后出家了，出家之后也见过两次面啊，这个人很聪明啊，他讲的东西我没听过啊，我想呢纵既然是不如法了，也不可以把光盘丢在河里啊，不可以糟蹋啊，最好是什么，把它寄回去就好了嘛，由他自己处理最好啊，这个是对的啊，不可以这个我们对他也是尊重啊。下面一个问题说，弟子与家人共同经商，他们不肯支持布施，弟子瞒着他们把每月经商的利润四分之一捐赠给汤池教育中心为他们修福，此举是否违背弟子规的教导？可以这样做啊，是为他们修福嘛，你是一番好心啊，那他们自己不愿意做呢，就只好用这个手段啊。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永明延寿大师，他早年就干过啊，国家不知道修复啊，啊，他那个时候没有出家了，是管税务的，就是收税呀，管大概税务里面的出纳，管这个的，而国家的这个财产，那么他也是偷偷的把国税里面的钱拿出来呀，去放生。啊，去做好事，去放生。因为常常做，大概是用了不少钱，以后被发现，被查出来了，查出来是死罪，啊，判刑是死罪。可是报到皇上那里去了，这个皇帝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啊，拿这么多钱放生了，他并没有自己用，啊，那时候是判死刑。上头啊，这个皇帝就交那个监斩官，就是执行的这个官员，跟他讲，绑到法场，杀头的时候，他要不怕死，啊，没有这个恐惧的心啊，你就不要杀他，带回来见我。他要是害怕呢，杀掉就算了。结果到了法场了，他真的。啊，他很从容，他面不改色。监斩官问他：“你为什么不怕死？”他说：“我一条命啊，换了千千万万的命啊，生命啊，值得了，值得了。”所以他一点也不害怕。报告皇帝，皇帝把他召见，啊，以后就问他，啊，问他你愿意做什么？他说：“我愿意出家，就成全他出家，皇上给他做护法。”这是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永明延寿大师啊，所以有这个故事啊，所以真正是善心，替别人做好事啊，纵然再责备了，我自己也承担啊，我总是为你好啊，不是为自己。第十一个问题，他说李炳南老师每一次送人时都会恭恭敬敬的一鞠躬，请问呢，这种行为是否与法华经上的常不轻菩萨相应？现代人应如何突破自我，
见任何人，见能恭恭敬敬一鞠躬，做到礼敬诸佛。你说的没错，现在的人不懂礼貌，不知道尊重人，老师教人礼敬诸佛是用身教，自己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而且这一鞠躬都是90度，不是点点头而已，都是诚诚恳恳一鞠躬，教人呐，做示范呐，这叫以身作则，自行化大，应该要这样做法。底下一个问题，他常听到一些往生的事例，预知时至，提前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弟子想知道他们一般呢提前几天预知时至，这个不一定。那么像台中李老师，他是2年前就知道的。我怎么晓得的呢？2年前有一次在讲经的讲堂上告诉大家讲华严经，就是我讲经再讲2年就不讲了。听众听到这个话跑到台北来问我，老师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啊？我说他老人家一生都是讲经，2年不讲经他就要往生了，真的是2年所以这个事2年前就预知了，就晓得了那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六祖大师是1年，他在往生1年前派人到家乡去造塔，准备将来自己往生之后肉身放在塔里面就派人去做这个工程1年的预知时至，通常一般多数是3个月那功夫再差一点的时候1个星期2个星期1、2个星期之前晓得决定时预知时至那个预知时间的早晚呢与自己的功夫有关系第13个问题，不出声做回向是否如法，是否相当于功德回向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个出声不出声要看在什么环境里面。如果你是在家庭，家里面很多人不信佛的，你一出声他们很烦恼那最好是不出声如果是在寺院道场，那你就应该要出声尤其法会当中是影响没有信佛的人那你更应当表示这个真诚的回向这是做给别人看都是做示范的作用那就应该要出声所以要看在什么环境里面。这里头最重要的你也提到了，愿以此功德，你有什么功德？你回想啊，你也想你有什么功德了如果没有功德呢，那个回向效力就很微弱很薄弱你要真有功德才行
啊，功德跟福德一定要辨别的清楚。啊，功德跟福德在事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断恶修善，啊，可是在心理上差别很大。啊，断恶修善没有分别执着是功德，还有分别执着呢都是福德，这个一定要晓得。啊，所以凡夫所修的都是福德了，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断了，那全是福德了。啊，阿罗汉菩萨修的是功德，啊，因为他们这个分别执着断掉了。我们一定要在这上面下功夫啊，这个执着断掉了啊，能断一切物啊，不肯修善，不肯帮助众生，这个自己断恶就好了，这是阿罗汉啊。所以我说阿罗汉的心呢纯净，没有纯善啊。凡夫里面呢就真正有好心人呢，这个是能够推己及人的啊，纯善啊，这个纯善没有纯净，就是他的妄想执着没断啊，所以他不纯净，他纯善。纯善修福德，纯净纯善才是功德啊，这个一定要晓得啊。就是断恶修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底下一个问题，就是经中言阿弥陀佛修行精进无能御者，又言信解明记习解第一，说明阿弥陀佛工作中啊是以第一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请问弟子是否可以在商业工作中以行业世界第一名的目标全力以赴，这算不算是执着？如何全力以赴又不失清净心？这刚才说过，啊，首先你要把念头转过来，不为自己。啊，如果为自己，这个境界你就没有办法突破，无法提升啊，我执犹在呀！啊，我执是烦恼的根本呐，六道的根源呐，你无法超越啊。所以，首先呢，就是不为我。起心动念都是为一切苦难众生啊，你很认真努力去做啊，为什么呢？帮助他们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那你要帮助别人，必须先要成就自己，自己不成就没有法子帮别人啊，这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啊，一定啊要懂得啊，这样去做呢，你做得再多，你心地清净还是不会染着啊，这才叫真正的功夫啊啊。所以全力以赴啊，你这个烦恼习气又生了，那你就晓得你的清净心失掉了
啊，又有烦恼习气了，啊，常常反省，常常改过，啊，这是长城功夫，不是一下就会得到的，啊。底下一个问题，他说美国很多世界级的巨富，年轻时候贫穷潦倒很多年，发愤图强后才赚得财富，请问，啊，这有几个问题，啊，有三个问题，啊，请问，第一个，既然大富是命中注定，为什么他们必须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奋斗啊，这个历程才大富？每个人修的因不一样，啊，这个佛在经典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时间因缘不相同，啊，这连中国算命的算得好的也能够算得出来，有人少年就发达了，有人中年才发达，有人在晚年才发达，啊，我们讲走运嘛，哎，走少运呢，啊，走壮年运呢，走老运呢，不一样嘛，时节因缘不相同，啊，这怎么造成呢？与前生修因有关系，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啊，发财有人不费力，财源是滚滚而来，有人是吃尽千辛万苦，啊，那是什么呢？过去生中修因，修财布施，啊，有人修财布施很欢喜的，啊，布施给你送给你，欢喜的很，他将来果报啊，却很容易就来了，不费点力气。有人虽然呢做好事啊，做了之后又后悔，啊，拿的钱出去就像割肉一样，是不是？或者是被勉强，啊，看到别人捐，自己不好意思不捐，捐了又很难过，他还是有果报，那个果报就要受很多苦，吃很多苦才能够啊得到，不一样啊。啊，所以每一个人布施的时候，那心情不相同啊。啊，这个方法也不一样啊，啊，总之非常大方，非常欢喜啊，非常快乐的布施，那以后的时候，这个你所得的财富啊，那就不一样，啊，那就很容易，不必操一点心，嗯。啊，那第二个问题，他说是否他们坚强的意志改变了原先贫穷潦倒的命运？不是意志。二是修因，啊，如果自己命里面呢没有那么多财富，这一生呢懂得这个道理，认真努力啊去修，会得到，啊，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年轻的时候贫穷啊，啊，穷到几乎没饭吃啊。很苦啊，啊，那有很多给我算命的，说我一生贫贱，啊，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所以很可怜，啊，而且什么又短命，啊，我的寿命直到45岁，45岁人家以后就不算了，没有了。所以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啊，这个福报是这一生修的，不是前世的，前世没有，啊，这一世修的，啊，那么这一世修得很认真，了解这个道理吗？这是张家大师教我的吗？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我对他老人家的话非常相信，没有怀疑，啊，他就教我布施，财布施。得财富，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就无为布施啊，素食，啊，所以我接触
老师大概半年我就完全吃素了啊，所以吃素啊到今年也有55年了啊。素食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了，这是属于无微不食啊，真的是长寿啊，这个因素啊。那么在心地啊清净，没有恶念，这个都是身体健康的这个原因啊。那么财布施，但没有钱嘛，老师就说了，一毛两毛有没有呢？啊，这个有啊，这个还可以啊，一块两块还可以啊。就从这里开始，有多少就舍多少啊。到哪里去舍呢？那时候我们就学了佛之后啊，就常常接触寺院呢 啊接触信徒啊，信徒们有发起印经的啊，我们就随喜一块两块啊，他都收嘛啊。放生的我们也随喜啊，一块两块放生，这样就开始布施啊。以后越施越多啊，啊，越施越多啊。所以说是前年吧，这个玉明法师是去年过世的，啊，去年过世是吧？前年他到这儿来看我，啊，看我这里这些道场，哎，说净空法师，你走老运呢，他是没想到你走老运，啊，真的，啊，到老年之后啊，可以说是。50岁之后啊，这个运转好了。60岁之后啊，可以说是心想事成啊，几乎没有做不到的啊。这个是都是这一生修的啊，修三种布施啊，欢欢喜喜的修啊。我们自己现在是这一生当中没有用钱的地方啊，30-40年手上都没有摸过钱呢，没用钱的地方啊。那么呢，做了不少好事啊，特别是印经啊，这个我学印光法师啊，这个印一般经典就不说了，单讲大藏经啊，我就想了一下，这些年来。我们最初是买大藏经送人，以后自己印啊，印过好几次，总共合起来差不多超过6500套。你说不说别的，大藏经都送了6500套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明啊，命运是一定的，但是我们这一生的行业啊，可以能够转变命运啊。你做好事，你的命运就加分；你做坏事呢，就减分。是天天都有加减乘除啊。你做大好事呢，就乘啊；大坏事就除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命运不是，是有命运，但是不是虚命论啊。佛家是讲的命运可以改变的。你们看《了凡四训》，云谷禅师教他改造命运的方法啊，他依教奉行，确实啊，这个三种啊，财富、智慧、寿命，通通都变了。那个孔先生算他寿命53岁，他活到74岁啊，多活了20年。那我是人家从前算命的，我是45岁，我现在80岁了，我多活了35年啊，所以确实可以改啊，不是算命先生给你改啊，是你自己改啊，算命先生改不了啊，啊，那个改不了的啊，一定要自己懂得断恶修善啊，你就改，命运就改变。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处理人类这些坚定意志与修清净心的关系，这桩事情希望你多听经啊，我们每天讲经，
每一天都会讨论到这些问题。啊，这个一切善最重要的还是在人事环境里面去磨练啊。我离开台湾，写了几句话，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我们只记别人对我的好处，决定不要去记别人对我不善之处啊，那个不要去记啊，专门记好的，不记坏的。所以对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感恩的心啊，都是礼敬的心啊，都是敬爱之心呢，而时时刻刻存着报恩之心啊，这样就好啊。他对我一天好，对我一百天不好，我只记他那一天的好处啊，这就对呀。现在世界怎么乱呢？都是不记别人好处，专门记别人不好处，这个麻烦就大了。这个世界怎么会不乱呢？啊，那么我们要帮助世界走向和平，走向安定，我们自己从自己做起。啊，我们不记别人的恶，啊，他回报我也好，侮辱也好，陷害也好，我对他还是诚诚恳恳的，欢欢喜喜对他。啊，决定不去计较这个事情。心开意解，你永远生活在欢乐当中啊，你没有忧愁啊。啊，如果常常想到这个人对我不好，那个人对我，那你不天天在怄气吗？天天怄气就短命了，那还能活得长久吗？啊，好，下面有中国同修提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师父曾经说过，现在灾难频繁，建议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诵读地藏经，回向法界，但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师父又说，提议我们凡是以修学无量寿经为主，读诵地藏经的时间不要超过半年，因此对我有疑问，请师父开始。念地藏经回向目的在哪里呢？是帮助这个世间的苦难众生啊，是这么一桩事情啊。念无量寿经目的在哪里？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早年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劝念佛的同修每一天在早晚课加念一千声观世音菩萨啊，回向给世界苦难众生啊，一个道理啊。啊，那一千声观世音菩萨圣号是为众生念的啊，那我们净是净宗的课程是为自己修的啊，这个要知道。所以念地藏经啊，是帮助别人；念无量寿经是成就自己啊，自行化他了，这里面没有矛盾啊。又何况地藏经主要的内容就是孝亲尊师啊，孝亲尊师是出世间的德行的根本啊，你要不在这上扎根，无量寿经念得再多，佛号念得再多，都不能往生啊，这个要记住
因为净业三福头一句啊，净业三福是我往生基本条件的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地藏经上就讲的这两句话，孝亲尊师啊，所以念地藏经啊，要懂得意思，要把孝亲尊师做出来给别人看啊，那就有功德了。只是念自己做不到啊，或者念不懂意思，那是福德，不是功德。第二个问题是，老法师曾说希望全世界同学共同定一个时间，齐心念佛，回向祈求世界消灾免难。我们在此恳请师父能为同修定一个标准时间，这个标准时间在这个同时啊，全世界有时差了，不一样啊，是时差不相同啊，所以我们在华藏卫星电视啊里面已经定出来了啊，就是希望的时候在全世界确实是同一个时间啊，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间产生的力量效果是无法估计的啊，真正会产生力量。那么这个起因呢，是我们看到日本江本博士对于琵琶湖的那个实验啊，日本那个琵琶湖很大，就像海一样，它有个海湾在东京这个地方啊，这个海湾呢水是死水啊，水很脏，气味很难闻啊，所以他就做实验，他找了300多个人，请了一个法师啊，就在这个海湾呢给这个湖水祝福啊，给他诵经，像超度一样啊，祝福。最重要的这个意念呢，就是念着这个水，我很喜欢你，我很爱你，你干净的啊，湖水干净的，大家都是发这个意念啊。做了这一堂佛事之后啊，3天水真的干净了啊，臭气没有了。这个东京很多报纸都报道啊，都报道确实有效果，可是这个效果呢只有半年，半年之后啊又不行了，又恢复了。所以这种祈祷要不能间断的，就这个愿心不可以间断的啊。我们一个祈祷确实它是有时间性啊，所以这个全世界人都知道啊啊，16世纪这400年前呢，法国的预言家了，这是欧洲人把他当神看待啊，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尊敬他。他曾经讲过世界末日在什么时候呢？1999年，2000年，那时候世界末日啊。可是99年平安过去了，2000年也要过去了啊，这什么原因呢？啊，很多人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新加坡有个神学院的院长啊，就觉得这个事情奇怪，为什么明明有灾难，为什么会没有了啊？有人把这个话传来给我，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不是没有，是真有，但是全世界的可以说是宗教徒都知道这个事情，每个人都在祈祷啊，啊，全世界人都在祈祷着这个和平呢，啊，祈祷这个消灾免难呢，真有效啊。所以一直
这么多年的时候，啊，平安无事。现在这个世界上灾难越来越多了，大概的效果快要完了。要不断的祈祷啊，啊，不断的要觉悟啊，断恶修善啊，把不善的心呢要放下了，啊，要恢复自信呢，本性本善，这个灾难就会化解。啊，所以人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世界的命运，有没有？有，但不是一成不变。啊，都是随着人心在改变，这是大乘教里面佛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心都想善，啊，都想不想恶，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极乐世界。啊，我们都会变成无量寿的，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其实极乐世界跟我们的差别是没有什么差别，人家那里人心善，没有一个恶念，我们这人心不善，恶念多，啊，善念少，原因在此地。所以这个全世界同时念佛呢，注意看这个华藏卫视啊，他们那边有约。下面是香港同学的问题。第一个是法师时常在讲经说法，要求啊弟子一定要落实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请问法师本身是否也是做到书本这样严格要求之后才有今天的成就？一点都没错啊！我们对于这些做人做事些规矩，从小是父母教的啊，所以这种教育我这个年龄以后啊就断掉了，非常可惜啊。我是生长在农村啊，农村的变化比都市要慢，都市啊已经接受这个外国的一些理念啊，这个教育制度都改变了啊，都办学校了，可是农村呢还是私塾。我到大概是九岁的时候，八岁九岁，私塾才改成学校了，私塾就没有了。啊，所以这是从小有这么一点根呐、啊。如果没有这一点根呢、啊，那就很难成就啊。啊，所以还好是生在这个闭塞的地区，啊，不是一个开化的，就是我们讲很落后的地区。还保持着传统的风俗习惯啊。那我也跟同学们说过，我们在汤池小镇呢做这个实验，这是我的家乡，我们叫弟子规啊。两个月之后啊，这个小镇的风气通通改变过来啊，这个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原先预计的时候至少要半年，没有想到两个月就收这么好的效果啊！可是我们要想把弟子规在香港来推行，不要说多，就这一栋大楼吧，两年都做不到。那为什么呢？香港这个地区被外国人统治了150多年，你要断多少代啊？我们在中国大陆差不多是三代到四代啊，香港是十代以上啊，所以大家对这个是完全陌生，尤其是在这个功利主义啊，一切都是向前看，你跟他讲这些的时候，他不能接受，不能体会，所以还是在农村里面，人容易觉悟
啊，听了之后，哎，这个是好，我们是应该要这样做法。所以这个关系很大，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最近听到法师赞美澳洲有多好，建议信众前往澳洲买地居住，如果没有这么多钱购买，请问呢，这个有何其他快捷方法可以往那里？这个不是我鼓励大家，这是一个比较，啊，也是个人呢，缘分都不一样，啊，如果你们想到澳洲去呢，先去看看，啊，我们净宗学院每一年有四个活动，啊，是每一季有一个活动，啊，春夏秋冬是每一季，这个活动呢，就是49天。啊，70天，啊，我们是办佛学讲座，啊，那么早晨呢，有早课，晚上也有晚课，啊，当中白天的时候是上课，啊，是听经上课，啊，所以一共是有10个星期，因为诸位到澳洲啊，澳洲移民局啊，他给你签证是3个月，3个月正好90天，你在那里啊去上课上70天。还有几天可以去游览，是吧？这样子呢，你对那边环境都了解，都熟悉，啊，都熟悉，了解一下，啊，你看看你喜不喜欢那个地方，啊，澳洲就是人少，啊，它的土地面积啊，跟美国的本土一样大，啊，就是48个州，不带阿拉斯加，跟美国本土一样大，啊，面积一样大。人口只有2000万，所以这人少嘛，人少啊，人跟人就很亲密，啊，人跟人就很和睦，为什么？没有冲突，没有利害冲突，啊，所以土地很便宜，啊，土地不值钱，啊，我们在澳洲很少的钱。要是我们这个大楼的这一层楼的时候，哦，要在澳洲的时候，买上100倍都不止。啊，这个生活程度也比较低，啊，政府管理得很好，啊，税虽然是很重啊，但是政府确确实实为人民服务，啊，公共设施好。澳洲的这个道路公路啊，比美国还好，啊，他做的是非常的这个认真，啊，那么澳洲想盖房子，啊，我们都很付这个放心，因为最后的验收是政府来验收，你这个房子盖的符不符合标准，啊，一定是按你这个图，啊，如果你用的材料。跟图上就不符合，政府下命令让这个包商啊重新撤掉啊重盖，那包商就麻烦了，啊，所以他不敢作弊，哎，所以这个是政府负了很大责任，哎，所以不像我们这边呢，这偷工减料的很多，啊，防不胜防啊，在澳洲不需要这些，哎。第三，他说：“请问呢，时常举办海上放生游是否如法？”这个海上放生游啊，我们这个香港有个组织叫放生会是，啊，好像胡国生居士他们举办的有一个放生会，他们常常放生。这个还有这个，从前。佛教青年协会也常常在海上放生，我还参加过几次，啊，不过那是30年前的事情，现在我觉得海上放生恐怕有问题，啊，海水
污染啊，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到啊，这个政府的这个法令规章啊，现在讲放生呢，不如啊讲护生啊，护生比放生更重要啊，你不懂得护生哦，我明天去放生了，通知那些人赶快给我去抓，我说他有销路啊，你要不放生，他人就不抓了嘛。哎，所以这不是放生，反而害了众生。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常常想到、要顾虑到的。啊，护生，劝人家素食。啊，这个香港的素食店不错，很多了。啊，希望还要多，普遍的提倡素食。哎，这个是好事。第一个问题，就是学生是一名检察官，每一天都要看案卷辩论，大脑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而导致失眠，我应该如何修清净心，是否要另外找工作，请慈悲教导如何处理工作和念佛的关系。如果这个人呢长期处于这个高度紧张压力的这个状态，对自己身心确实是有障碍啊，那么能够换一个工作当然更好了啊，诉讼这个事情不是好事情啊，这个做检察官做法官应当啊尽量调解啊，调解纠纷啊，不要叫他有争讼啊，两方面和解，这是最高明处理的方法啊，彼此互相执着啊，这个争执绝对不是好事情啊，所以要懂得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第二，是检察官作为公诉人，在某些案件当中，被告是无罪的，可是领导人出于某种考虑，硬是逼着起诉。我和领导人解释，他不听，我应该怎么办？应以何种心态呀、面对啊？那么最重要的是要以自己的德行，以自己的爱心去感化啊。那么像做这些工作了，应该多念一些因果的书，《太上感应篇》汇编就非常之好啊。这个汇编里面呢，很多公案啊，这个公佛家叫公案，一般人讲故事，就是真实的事情啊，这些因果报应这些东西多看看，你的常识就丰富了，也能够帮助你开智慧啊，有智慧有慈悲有定力，然后你才能够面对解决问题。第三个问题，请问畜生死后有无中阴身？有的啊，畜生也有中阴身。第四，我处念佛道场经常应人要求做佛事祈福消灾，非常灵验，但是由于念佛居士来自四面八方，路途遥远，中午回家不方便，做佛事的人便拿钱做午饭，这样啊，请问这样做是否如法或落何因果？这个做法好啊，不施供养啊，你拿钱做午饭供养大家了，这等于像供斋一样的啊，是好事
这是做的福，做的善事，这个不是我事。这一边有同学啊，还有11个问题。第一个是版权是当今时代不得已的权宜之策，其存在和运用有积极的方面，例如经典书籍盗版印刷之后品质难以保证，特别是翻印后出现差错，造成呢其故建议书局啊书籍影音等佛学儒学资料加入版权所有，欢迎翻印，严格校对，使差错追究的告示，这样啊有防止差错的作用，保护正法久住，请问这一建议是否可行？这个事情你自己去衡量啊，要细心去想一想，业因果报啊。这个版权所有，这不是从中国人发明的啊，这是外国人啊，这是西洋文化冲击了东方的文化啊，我们也就跟他学了啊。中国古籍里头从来没有看到有版权这两个字啊，没有这个概念啊。一般善书后面一定印的是这个欢迎翻印功德无量，都没有提到有版权这两个字的事情啊。那么人家翻印还是看那个地方的这个经济能力啊，富裕的人他印的品质就好，这一定的道理，贫穷的人品质就很差，比较差，不管是差是好，他能够流通出去让别人读到都得利益了，那就是无量功德啊，这就是好事情啊。这个版权一限制呢，麻烦就大了啊。所以这个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中国人采取外国这个方法，那个因果也非常之重啊。要按照佛经上讲啊，这是断别人的法身慧命啊，障碍这个善法流通啊，果报是生生世世愚痴啊，这很麻烦呐。啊，愚痴是最可怜的，哎，没有智慧，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晓得啊。那么现在在不得已的方法，你用这个版权所有欢迎翻印，这个很好，啊，这个也可以，这个等于说是版权开放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净宗学会的，印的这书籍，啊，我们有律师给我们做这个声明，啊，我们没有版权，啊，版权是给大众的，啊，欢迎翻译，啊，但是这个律师给我们声明，就是希望不要改变这个里面的文字内容。不要有删减啊，不要有增加，尽量保持原来的样子，有这么一个声明。第二个问题，他说近年学生家遭变故，为偿还债务，母亲外出做事，学生主动承担家中重担，
但没想到母亲在外吃苦受劳，心中难免伤痛。在这种情况之下，应如何看破放下？看破是智慧，放下了是放下你心中的忧虑牵挂，你要积极的帮助你母亲要把你的家庭维护到一个正常这样就对了那么从哪里做起呢我希望你从感应篇做起你认真的去学了凡四训那么在自己德行上一定要落实弟子规这是个基础下面一个问题他说甲用乙的名义捐款流通经书或行善事但乙方并不知情请问乙方是否可得此功德若无请问应如何回向此行是否如法这个前面解答了跟永明延寿大师所做的没有什么两样假用一点名义捐款流通经书或者行善事也虽不知道也有功德决定有他一份在里面不管他知不知道他有他能够得到好处即使是甲用他的名义而且的时候或者还否定他不肯定他认为是自己的功德实际上的时候乙还是得他还是得到的那么最好呢是要让他知道这是挺好的如果他实在是知道他会反对那你用这个方法写最后的时候他也得好处他会感谢近半年来有一部分在家同修每个月都做一次三十七念发挥可是有的居士反对认为这是在搞六道这样下去今生就无法成就请开始三十七念法师是名扬两利不仅仅是对幽冥界的众生有利益做的人也有利益因为他是完全是净土每一次里面都有无量寿经都有往生咒而且都是以念佛为主开示并不很多所以要知道这是修净土法也就是人带着幽冥界众生一起做这个是可以的所以你要把它想通它不是专门超度它也超度活人我们念了中峰禅师的这些开示对自己有高度的警觉他的开示内容非常之好可以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第五如何能常在当下深空中修
念念不失不退，若一日比一日，是当下深空。这一句话我不懂啊，什么叫当下深空啊？它是声音的声呢，啊，这样修行能否看到声音乃至世界人生的真相？你要想看到世界人生的真相，不难，把你的分别执着放下，你就看到人生的真相。那如果分别执着不肯放下了，人生真相是永远看不到的。啊，那么法门很多，无非呀，都是帮助你看破放下。啊，看破放下是个总的原则，总的纲领。啊，一方法呢，那就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无量法门，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方法门径无量无边，都是一个原则，一个原理，就是看破放下。啊，这是总的根据。底下一个问题，弟子平时上班不能将佛号念出声，所以一是心中默念，注意佛号的念头；二是将每一句是将每一句说话像佛号一样静听清楚，请问哪种方法更符合初学？方法没有一定啊，必须要因各个人呢根性不相同啊，所以这个是无有定法，你一定要晓得啊。佛教人没有一定的方法，因人而异啊。那孔子教学也没有一定的方法，你看《论语》上多少学生问仁问孝，孔子答复的都不一样啊，这就是说明是每一个人的根性不相同。那为什么同样问一个问题，老师答复的不一样？啊，佛教人呢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至于自己是初学，哪一个方法对自己有效，可以自己先试试看。啊，各样东西啊，都去看看，都去接触一下。那么你喜欢哪一种？啊，对那种特别有兴趣，就适合你的根性。你从这一门下手呢，就比较容易，啊，比较省力气。啊，我自己学佛，也曾经做了很多实验，啊，最后啊，还是选择的研究经教。啊，我对于读书会很专心。啊，念佛还有夹杂，还有妄念。啊，这个禅定时间也不能很长。啊，这个学经教啊，这是研究经教啊，能摄心。啊，几个小时，这个时间都很快，啊，四五个小时都不感觉的，好像是半个小时一样，啊，二十分钟一样的，那就是。你的精神意志容易集中，个人根性不相同啊，一定要适合自己啊，别人适合的我们自己不见得能用，这个一定要晓得。下面一个问题是，学生现在住的地方很幽静，
很适合修行，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同修来共同修行念佛求往生，不夹杂，常时熏修，希望最终能变成弥陀村。请问这个愿望如法吗？应当以什么心态和做法才能实现弥陀村？求阿弥陀佛加持就好，只要你自己的愿心不退啊，念念呢能为真正的念佛求生净土的同修祈福啊，你一定会实现的。第八个问题，就是我母亲这几年在山村买了很多房子，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她希望同修们都能到那里去修行，希望老法师善巧开示，帮助母亲放下心中的执着。这个提问题的他的姓名没有，地点也没有，母亲是谁也没有，问我就帮不上忙了。总而言之，你是有好心有好愿，但是必须要顾虑到客观的环境，人总是有缘分啊，没有缘分呢就很难相处，纵然好心好意也不见得容易好处啊。所以有这么一个好心好愿啊，先要求人的时候呢，不能就叫他来住弥陀村，住得不好以后不愉快怎么办，怎么处理啊？先用啊念佛共修的方法，欢迎你到这个地方来打个佛七，七天慢慢再延长啊，两个七天三个七天，总要住上个半年到一年，大家彼此互相了解啊，这样子能够欢欢喜喜的共住啊，决定不能勉强啊。过去僧团里面呢都很和睦，原因没有别的啊，就是先都让你进来啊，欢迎你进来啊，都是短时间啊。从前出家一般都在寺庙里差不多住上三年以上啊，寺庙的师父看你看三年，你也看寺庙大众看三年，三年能够和睦相处，你要求剃度啊才能给你剃度，否则的话不可以啊。那么居士进入道场亦复如是啊，所以这个是要有耐心啊，要有善意啊，善意耐心好好去做才会有感应。底下一个问题，就是佛事啊有力，当比丘们遇食多日不用啊，满身小虫，不知如何处理。佛说除净污水，清洁浴室。比丘说会伤虫，佛说不伤虫啊，不为伤虫啊，是为清理浴室。请问可以学吗？佛所说的话你要懂得他的精神意义之所在，尽量不能学着这个伤害小虫啊。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先跟这些小动物沟通，请他搬家啊，他很听话很好做
啊，我教了一些在家同修们去做，他们去做的时候啊很有效，啊打电话告诉我很听话，要用真诚心呐、啊，你不能把它看作动物啊，看作什么小菩萨，哎，蚂蚁菩萨、蚊子菩萨、苍蝇菩萨，真诚心对待他，他跟你合作。很重要啊！啊，他会搬走啊，搬走之后，你再来清理浴室，不是两全其美吗？啊，不是很好吗？啊，这个可以学。啊，我们这么多年来，对居住环境这些小动物，啊，我们也不把叫他搬走，我们和睦相处，像朋友一样，啊。彼此互相不爱死啊，蚂蚁我们规定它的范围，房子以外啊，房子里面偶尔它也会来进来观光旅游一下，是不是？别找麻烦，通通很合作。下面一个问题啊，学佛人不要有控制占有的念头，可是在工作中要管人管事，如何学习不控制不占有？不控制不占有是你自己的分别执着啊，这个是造业啊，是障碍。如果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不是为我自己，是为别人好，啊，是为大家好，为社会好，那就是圆满功德，那就是菩萨行。啊，所以佛菩萨应化到这个世间来，他要为大家做事啊，做事要很认真的。啊，确确实实没有占有的念头。啊，可是世间人呢，无论做什么事情，他总是为自己。自己要没有明文利养，谁愿意干呢？那都不愿意干呢。啊，所以古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说。啊，有一个皇帝啊，站在这个路口，看到来来往往很多人呢，就问旁边的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呀？啊，这个大臣很聪明呢，哎，你看到那么呢，实际就只有两种人呐，啊，怎么只有两种人？一个为名，一个为利，谁不为名利，哪有这么多人啊？就没有人了，都是为名利呀！啊，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的时候，不是为名利，啊，真正的帮助苦难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那像我们现在在这个汤池办学啊，我们做还不到一年呢啊，但是我们在那里建学校啊，这是一年多了，这工程方面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的啊，这是我们早就说清楚了。我希望世间每一个人，就是讲到顿人尽分，每一个人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跟大家互助合作，和睦相处，这个社会安定，世界太平啊，
那我们这种身份本分是什么？本分就是讲经教学嘛，其他的不是我们本分事情嘛。啊，像这个办学校的，这也不是我们本分事情，这是政府办的，这不是我们办的。啊，是社会上搞教育的人他们去办的，啊，他们没有办，他们疏忽了，我们带个头，啊，我们来办，啊，办出成绩出来，你看到了，哦，这样办是很好，你很欢喜，我就交给你了。啊，所以这一次真是难得，啊，联合国跟我们合作。邀请我们，啊，我们到联合国去干什么？就把汤池办学的这个成绩到那里去展览一下，去发表一下，啊，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这个方法有效，啊，开会没效，联合国开了30多年的会没效，世界越开越乱。那西方人那种理念啊，镇压报复也没效，仇恨越结越深，这个方法有效，所以这个效果大家看到了，我们就不做了，交给地方政府去做，全部交给他，这放得下了。啊，是这个都是属于教育啊，啊，我们在那里投资差不多人民币的时候有5-6千万，全部送给你，啊，我们就走了，啊，这个多自在呀，啊！啊，那么以后还是有别人来找我们去做的、去教的，以后就好办了。以后我们就不要投资建学校了，啊，你们建学校建好了，我们去上课，建好了是啥？我们也不要你的工资，啊，不要你的薪水，完全尽义务来教学，啊，但是我们不再进学校了，啊，这样就好了，啊，第一个，凡事起头难嘛，第一个总是很不容易啊，那要费很多精神，啊，要建一个校舍，啊，以后大家晓得这个好，我们就不要建教学了，啊，不要管行政了。只管上课，啊，只教学生，所以没有控制的念头，也没有占有的念头，啊，全盘放下，啊，我们做得很认真，很负责任，啊，通通做好，交给你。最后有个问题，如何拍摄英国故事片的内容才不会误导众生？那么你对于英国的这些书籍要多涉猎，要多去看。印光大师介绍一本最好的书，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老师很认真地介绍给我们学生安思全书法，啊，我们这个道场有借缘的，啊，你把这本书多念几遍，你拍摄英国故事的标准呢，你就掌握到了。啊，要多看这些故事，要多收集现前的很多这个因果报应的资料。啊，有中国的，有外国的。啊，你们看这个钟茂生博士讲因果报应的，你们都很喜欢听的。啊，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美国德州大学念书，
啊，做学生的时代我就认识他，他常常到我们道场啊去参加念佛活动，以后毕业了成绩非常优秀啊，就留在学校教书啊，从讲师他现在是副教授啊。我到澳洲去，我就把他请到澳洲来啊，把美国的工作辞掉，到澳洲大学里面去教书啊，他也很欢喜啊，我们可以常常在一起。到在美国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美国啊，西方这些年来啊，这半个世纪来啊，用催眠的方法治病啊，催眠呢可以让这个人回到过去时，回到再过去时啊，现在这个书籍很多，报道很多。那么这些医生呢，本来都是受科学训练的，不相信因果轮回，不相信人死了之后还有前世，结果从催眠就发现真有啊。所以现在西方人相信轮回，相信报应呢，差不多占人口比例三分之一，很大的比例了。那这是好事情啊，相信因果报应啊，欠命的也还命，欠钱的也还债啊，他相信这些啊，所以我就让他收集啊，他收集了很多啊，我说你看，你就重要的把它写出来啊，所以他这些故事很丰富啊，讲得很好啊，那现在要讲出名出来了啊，非常的难得啊。他母亲也很不容易，母亲现在也觉悟啊，本来母亲还是执着啊，让他在这个学术界做一个名人呢，哎，现在不是的，现在他母亲转了念头了，要叫他做圣人，难得了，对，正确，完全正确，啊，不要做名人，哎，要做圣人，哎，这完全正确，啊，所以是收集这些东西很重要，啊，他大概收集有100多种，啊，所以资料很丰富。那么这个样子呢，当然你就不会误导众生了啊。那么凡是讲因果这一类的这个故事片呢，可以最后请这个中茂生居士来把关，给你审查一下啊，你不会有错误。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也正好这个答完问题。